没人，就让人给老人家让个座。小姑娘，给老人家让个座呗。哎，说你呢。哦，好。这是，尊老阿姨。你扶我一下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不好意思啊，年轻人站会累不着啊。谢谢啊，阿姨你坐。 终点站了啊，下车了。你能看见吗？你才看不见呢。哎，你刚才不是……真行啊，卖个座还演上戏了。看得见吗？本姑娘我招呼招呼你生意，送我去个地儿呗。我这不是出租车，但我是个热心肠。去哪儿啊？购物团，家属院。 怎么，你不认识我？太熟了，购物团家属院，到了。我没给你钱啊。给了。那你跟着我干嘛呀？谁跟着你了？那要把钱还你得了，白拉你。 别跟着我了啊！哎，大姐，哎，拎住啊！我来接月月。啊！哎，不是，嘿，你小丫头片子把人当自己家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带着我立马把你拎出去，赶紧走，要不然我报警了啊！凤儿，哎呀，你这门也不关。